大家好，欢迎收睇 Vita 新闻事。造价高达5000万嘅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喺启用唔够一个礼拜之内就停用，有市民质疑花费近半亿整咗一个豆腐渣工程，亦都有人将设施嘅损坏归咎于人为失德。我哋一齐回顾下相关事情。整个喷泉项目占地约3740平方米，设有音乐喷泉、互动嬉水区同休憩草地。音乐喷泉每日设有3至5节表演时段，嬉水区内设有感应装置。当感应到游人接近的时候，不同花式的喷嘴会喷出形态各异的水柱。启用当日，有不少市民带同小朋友到场打卡留念，更加跑入互动嬉水区湿身狂欢，十分之热闹。有市民夸赞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亲子的新热点，能够让大人小孩一起放松。然而，音乐喷泉启用仅仅一日，喷泉互动游戏区的瓷砖开始变得不平坦，其后更加有两个出水位无办法喷水，需要进行维护。有网民担心喷泉的维护费高昂，会浪费不少公帑。音乐喷泉的兴建争议不断，部分市民对这个喷泉持反对意见，认为使一大笔钱兴做这个项目的必要性不大，更加质疑是豆腐渣工程。不过有疑问、有异议，理应要循合理合法途径表达自身意见，而不是做一些行为不当的事。来自网媒一百毛的艺人东方星早前就来到音乐喷泉湿身之后查上检疫，声称要实地冲凉体验喷泉的水力，更加在现场进行直播。随后池水怀疑受检疫影响而导致大量泡沫出现，喷泉表演被迫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康文署表示会考虑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东方星有可能因为违反法律被判罚款及监禁。有市民批评东方星的行为毫无公德，督促警方执法。亦都有市民指出，造价咁高的工程，质量点解唔符合理想，连检疫都搞唔掂，开放四日就要关闭。另外，社会对呢一个工程系咪惠及居民，亦都有所质疑。佢哋认为呢一个喷泉项目并唔系民生最急切需要嘅设施，认为实用性不如改善民生嘅康复设施、医疗设施等等。其实过往亦都有具争议性嘅高价工程得以通过，现时已经投入使用。东区用超过9000万喺2016年开始打造文化广场，为活动、文娱表演提供场地。荃湾区更加耗资1.3亿元拆卸并重建西流角公园，将下层位置改为能够容纳200人的多功能活动室。相比起以上的项目，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这一项工程，会不会期待它重新开放呢？今集内容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